在新一届的香港立法会就职宣誓仪式上，个别的候任议员公然地宣扬港独主张，侮辱国家和民族，肆无忌惮地挑战国家主权和尊严，严重违反了国家宪法、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区的有关法律，严重冲击了一国两制的底线，给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严重威胁。And willfully challenge the sovereignty and dignity of... 这是涉及到重大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。如果任由港独分子进入特区立法机关宣扬港独思想，将贻害无穷，绝不能姑息纵容，必须依法处理。Certain members elect openly advocated Hong Kong independence. 是是是。